经典的歌曲，没错，是我们好朋友都会唱的歌曲哦。那待会儿如果谁能引起到我们的注意，或者是唱的最大声、表现最好的好朋友们，就可以获得我们阿文手中的这个红色小海豚。小海豚，是的，那我们乐队走起。终于在眼泪中明白。
人不多，但是还是很热情。很热情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神圣的颁奖时刻啊！这个今天的任务交给我们的阿温吧。这很难评啊！哎，这太难评了。但是呢，我有看到啊，就是在我面前的小哥哥啊，一直我们两个小哥哥一直在挥手啊，从我们进场开始啊，气氛组对，一直在支持我们，非常感谢。那这个小礼品就先给你啦，接住。呜呼，恭喜恭喜！希望我们好朋友可以保持住你们的热情，毕竟今天还算是个周末啊，虽然明天要上班。好，那我们有其他想要点歌的老师呢，也可以扫描一下我们这个二维码，看一下我们的歌单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曲啊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可以立刻为你演唱。好，那我们还没有收到好朋友的点歌，那我们就带来自己准备好的歌曲，有请我们的 Gita 老师。答应。